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骑射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48集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话呢，来给大家做魔方推出的工程合体小队中的最后两个成员了，分别是这一款是吊臂，还有这一款是砂石车。两个人物的话呢，这一次的变形可以说都是地狱等级，非常的困难。以小比例玩具来说，我真的没想到可以有这么难的变形啊。那我依照说明书的指示呢去操作啊，然后呢我发现呢，说明书能够提供的帮助是非常有限的。当然这不能怪说明书，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静态的书面展示，要把这么复杂的而且高难度的变形展示出来的话呢，确实是难为它了。那它们具体变形难度有多少呢？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身上的零件数，我翻过来给各位看你就知道了啊。这是一个我这样讲好了，这是一个比官方 Deluxe 等级还要小的玩具，在它的变形复杂程度已经超过官方的 Leader 级，甚至是 MP 级别了啊。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有许多细小的零件啊，拆组到这个身上啊。那么以这款这个砂石车来说的话呢，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呢，它这两片部件呢是直接往下垂的了啊。那你是喜欢把它往下这样子放呢，还是把它折起来啊？这个端看你个人的一个喜好了啊。因为我看了一些人的开箱，大家放的方法不太一样啊。然后这一款的话呢，吊臂的话呢，变形也是非常的复杂，但是相较于刚刚的那款砂石车的话，这个可能我觉得还算比较好理解。以及各位可以看得到，他们身上其实都有两侧不对称的变形啊，包括上半身的话呢，也是有这个不对称的一个造型在这边。所以它的一个变形的难度呢，真的是一路往上飙。那虽然说难度多，零件也很多，但是在材料方面各位可以安心了。魔方的这个材质的话是完全耐得住我们去做一个把玩，去做一个变形的。不过呢我还是要提一下他们这一波的这个这两个家伙的一个倒角的有些地方处理确实是并非是达到一个及格啊，甚至有一些地方是比较尖锐会割手，然后还是一句话，复杂的变形呢，导致于说比较冗长的这个过程里头呢，难免会造成手指的一个疼痛。我这两个家伙全部变完2个小时过去啊，我的手指确实是传来一点点阵阵的疼痛了啊。那可动性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啊，已经达到了小比例玩具的一个几乎是天花板的一个境界吧。当然由于这个变形的需要，它就可以稍微再动一下的啊。那脚的话呢，只要把这个裙展掀起来就可以往前踢。那么以这一款的话呢，它的一个后面这一块部件记得随时把它给扣上。我的这个我手上这款玩具的这个后庭啊是比较没有节操的，有时候你只要往前踢啊，如果顶到裙甲的话呢就会爆开啊，就像这个样子啊，各位注意一下就行了。脚的话呢膝盖也是可以弯的啊，也有一个接地。那人物的话呢，身上的配色绿色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色差啊，因为它并不是涂装的啊，就完全都是一个塑胶的一个成型色感觉看上去比较舒服一点点。那这一款这个砂石车的话呢后面的话一样有个地方是要扣进去，但是它的一个紧实度比较好，比较没有什么问题。那不过以变形的巧思度的话呢，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吊臂了啊。那这一款的胸口变形也很妙，整个塞进去放出来，有点电影系感觉的一个 style。头雕的话也可以看一下，虽然是口罩脸但是非常的好看。那这一款露人脸的就更是我喜欢的一个风格了啊。那两款玩具的话呢，其超高难度的这个 MP 级的一个变形的话呢，将会是我们这一期讲解的重点了。那我们的话呢就进入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首先的话，这款吊臂的话呢，变形分成上下半身。那我们习惯的话呢，先从上半身完成它的变形好了啊。按照说明书的一个变法，我觉得这是它唯一能够提供我一个帮助，就把手臂往上举之后呢，将这个胳膊的话呢转到这个方向。怎么记得呢转过去之后呢，是把这个有孔洞结合点的地方朝我们，然后呢将这个手指的话呢是转成这个方向啊，虎口的话呢是朝外侧啊，保持这个动作，就可以开始它的一个变形了啊。那我的习惯是从上半身开始做一个变形，这个整个地方给拉上来，然后呢这两个地方锁扣解开之后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身体的前后给分开。前后分开之后的话呢，我们先进行这个胸口内部这一带，我们先把两手的话呢先往外侧翻出来，然后就可以把藏在里头的两个轮子给翻出来了啊。这个感觉有点像他们这个汽车合体的这个汽车大师的那个感觉。我们把这个肚子里头这两个东西呢给转出去，翻出去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接着进行它的一个内部。内部的话，我们这个轮胎翻出去之后，我们就把手臂往内放。
往内放之后啊，这个地方手臂的话呢，这里是有一个连接杆的，我们就把它给转到外侧来，啊，就这样的，可以看到吗？这个连接杆就是这一根呐、啊，就是这一根，对不对？我们先这样子，直接往内折之后，再把它顺势转到外侧来，腾出中间这个空间是要做什么的话呢？啊，这个空间是要让我们把这个头给放进来的。这个头的话，只要顺势往内，它头本来是这样子的，我们只要往内推就可以了，这样子就行了，然后就把它往内盖下去。盖下去的时候呢，把后面这块部件呢，它是有个滑槽在这里的，滑槽往上推啊，往上推，推出来的话是把这个凸呢给往上面推出来，然后就可以跟这个纳美克星人跟黑人的结合，就在这个地方，记得把它给扣上去，两侧都有，这一带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另外一侧呢，先不要一次扣到底啊，你要留点空间给对面那个人啊，对，好，把它扣上去了啊。接下来的话，我们把这个手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为什么一口气先把它转到一个相对应的位置啊，这样直接翻下来啊，就会一次的到定位了啊。这个是比较容易记忆的一个点啊，不然你转到这里之后再来旋转是比较 不那么好转。然后呢，把这个轮胎转一下，这里有个凸，有个凹，从这儿把它给推过来，扣上去，这边把它给压进去啊，这里也是一样的啊，这里转过来。这个地方，哎，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脑洞大开的设计啊！手臂上的一个洞，居然是要跟藏在肚子里头的轮胎的某个凸做个结合。那我本来以为这个洞啊是要跟这里做结合，我本来天真的以为，其实并不是，它只要往上折上去就可以了，完全折上去这样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车子的一个后半部的话呢，就完成它的一个变形了。吊臂的下半身变形的话呢，我们就接着开始。首先的话呢，你要记得这个地方啊，原则上呢它是要保持一个扣住的状态的啊。当然因为它比较容易去松开了啊，所以在变形的过程中呢有时候会松脱，但是你记得最后一定要把它给扣上去就可以了。然后呢，两个部件的话把它扣开往上面放。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大腿跟小腿组合的一个过程了啊。那两边的变法都是一样的，先把旁边这个部件，包括这里也是一样，都把它尽力的呢往外面拉，能够扯得越出来越好，越拉得越出来越好啊。这边也是一样的，那有时候的话呢不好拉的话呢，你可以用一个道具呢协助一下，把它给整个抠出来。那为了方便我们解说，我把它给转到这个方向，各位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啊。这车子的一个顶部，然后这是身体是在下部。那我们先变这一边好了，先把这一块部件挑起来往上搬上去到这里啊。那这里啊，记得啊，我刚刚提过了，这个地方这块部件是要合起来的，所以我们要保持这个姿态。那我们呢可以稍微的呢去合一下这个部件，把它给合上去到这边，稍微合一下就可以了，稍微合一下。然后这块部件的话是往前面放，往前放的时候你还一样要注意，这里有一个点，它这里不是一个双动关节吗？这双动关节的话你必须把它给往下面推，就推到这里，然后呢这个铆钉的地方往上折啊，这才是它正确的角度啊。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部件呢就能够正确的去咬合进去。这里的话呢要给各位提一下，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呢都是说明书是不可能跟我们讲解到这么细的，那是不可能的。这块部件本来在这里翻上来之后，我们接下来是把这个地方给往上面包上来，然后这一块部件的话呢要把它做一个旋转，因为为什么轮子都在下方嘛，我们要跟着转到下方。但是你会发现转过来的时候呢，这里会形成干涉，对，没有关系，我们把这个部件旋一下转出来，哎，空间就出来了，我们就可以旋转这个部件。再来这里的话呢，你挨着这个形状，这块部件往上挑，挑过去，这个部件就可以打开到这里，扣上去到这边，这个地方把它给转正，然后你就会发现这块部件可以补到这个缺口到这里，然后顺势的把它给推进去啊。这个变形是真的是很妙，但是呢很难去摸索到啊，但是你一旦知道了之后呢，就会赞叹不已啊，这样子也行，非常不错的一个变形的一个思路，但是真的是很难啦，我只能说非常的难。那另外一侧的变形，初步的想法也都是一样是把脚小腿后面有一块部件，这块部件啊，这里扣上去，它是扣的比较紧，它这两侧是造型是不对称的啊，但是大同小异。然后这里也是一样的，就是我提过的这个地方，记得把它给往下打到底，这个部件往上推，哎，一定要这个方向才能够顺利的完成一个变形。然后两侧这个地方可以做一个合并了。那这里的变法呢也是一样啊，看到吗？这里轮胎在下方嘛，
那这里轮胎在这里，我们一样是把它转向转过来。那在转向的过程中呢，一定会有发生阻碍的一个地方。哎，你看到这里就阻碍到了，这个部件就阻碍到了，怎么做呢？我们就是把它往外推嘛，对不对？这个地方顺势的把它往外推，它这里的话呢，这个地方解开，这一侧的变形比较复杂，我先讲一下，先在这里好了，这里比较宽，把它给解开来，解开，然后我们可以先拼凑一下这里的形状，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转上来到这边，你把里面的部件呢全部都把它给翻出来就对了。然后呢，这一块部件脚掌这块部件呢稍微有点小复杂，其实也不复杂了，你就是把它这个地方折下去，然后呢透过这个地方转动一下，然后这个双动关节把它给往内藏到车头里面去，就这样子，只是这样而已啊，就多了这个步骤。然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怎么样，小腿包到后面来，到这边，然后这里转向转到一样轮胎同一个角度，然后再把这个连接杆把它给插进去，推进去，好，然后这里啊有一个组合卡扣，在这里把它给扣上，两脚中间也是有组合卡扣的，然后这两腿中间一样是有组合卡扣的，我们就用力的把它给捏紧。最后这个捏紧的一个步骤的话呢，你就尽全力去把它给压紧一点，没有问题啊。这个魔方的这个材料是完全能够耐得住我们这样子去做一个变形的，然后就做一些最后简单的一个小调整。那这个吊臂把它给整个给伸长，那它的一个背后这个地方啊是可以做一个旋转的。那比较可惜的是呢，不知道是我没发现呢，还是说真的没有那个设计，它好像中间这里，对不对？好像没有一个锁扣吧，所以导致于说好像车子的一个前后有时候两侧轮胎会不一样高，不过倒无所谓，因为它这个滚动性基本上是不会影响到，推动起来还是非常流畅的。那么呢，这个就是我们这款吊臂从机器人呢到一个工程车辆的一个变形过程了。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示范这一款这个砂石车的一个变形哦。它的说明书的话呢，基本上也只有前面这一两个步骤呢有帮到我而已啊。把这个地方折下来之后，旋转一个角度，再把这个手臂呢给放回去啊。这里也是一样的啊，先从这个地方，它是有个关节可以折下来的，然后我们只需要把轮胎往前折一个角度，然后就可以把它合上去。你轮胎转任何一个角度呢，只要你不是转这个角度，手臂就无法再接回来，就一定是错的啊。这一点的话，各位就是比较好去记住啊。手臂拉出来放下来，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整个的身体的上半身这个地方呢整个给往上挑上去，挑上去，然后这里一样把它整个的这个两侧的这个胸甲的话呢往两侧给挑开来，它这个地方往两侧挑开来，往外提出来，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往外提就对了，这个地方把它往外提出来。然后的话呢，我们先做个简单的小调整，这一块黑色部件把它往内推，然后这一块部件的话呢也是一样，把它转一个这个特定的角度，然后把这块部件往外翻出来到这里啊。再来我们继续的往这个内部啊，这里的话呢有一个这个 bumper 的这个部分呢，把它从内部挑出来，往内这里挑出来，好，往外边挑出来到这里。现在我们可以差不多可以来拼凑这个车型了啊。首先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你看到这里有个凸啊，它对应内侧是有个凹槽的。然后呢，头部的话，这个地方一样要盖下来。那这个头的话呢，先旋转180度，往内推进去。然后我们就开始组合这个车头了。这个车头就是这样子，从这个地方往内盖下来，它各有三个结合卡扣嘛，这是非常简单的，就看着就知道了。从这个地方压下去，两侧压下去，中间这里一样把它给压下去。这个车头的话呢就这样子就先完成了。再来把这个部件由后往这里出来，然后有个板子啊，这里把它给挑出来，到这边包起来，到这边前面这里有一个小结合的一个凸在这里啊，内侧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凹，把它给扣上去。另外一侧呢，一样有个板子在后面，这里翻出来，里面有两层、三层。这里这一片部件，我记得应该是要翻这样。然后我们就把它这里做一个组合。那这个车头的部分就算暂时就 OK。然后我们的这个内部这个地方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把这个透过这个转轴啊，把这个这里的变形，各位可以放心的去掰啊，基本上不太会损坏，各位可以安心的。
两片裙甲怕忘记啊，先把它给往上提好了。然后这个地方怎么转呢？给各位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记得的一个方式。这轮胎应该是说这里卡进去之后呢，轮胎转到这里之后，你把这个转到这里，不是有一个 C 型扣的开口吗？你只要记得这个 C 型扣的开口呢，转到都是朝面向我们自己的方向就可以了。再来，我们把这个部件呢往内折进来。好，到这边。那待会儿的话呢，因为侧边的话呢，这里我记得是这样的，不对，是这样的，就主要是这里有一个凹跟这个凸，这里要做一个结合，到这边。好，把它给卡住。这个手臂的话就是以这个形象啊做结合的。另外侧也是一样的，我们就给各位再做一个示范啊。对，这里错了，不对，这里居然变对了。这里有一块部件啊，推出来，这个部件，另外一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去变到了，把它给推到底了，歪打正着。这个部件要记得推出来，然后我们把这个透过这个地方那个转轴啊，把这个轮胎给转到这个位置，它是有一个斜一个角度再插进来的。然后到这边之后呢，就我刚刚提过的，把这个 C 型扣的这个开口处全部都转向我们这个方向，全部转向我们这个方向。好，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把它给往内翻折，这个角度进来翻折，这里是为了让这个缺口能够露出来，要跟这个绿色的凸做一个结合。好，到这边基本上呢，它的一个这里记得把它给捏进去。好，它的一个车头的部分呢，原则上呢就是暂时就到这里就 OK 了。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要进行一个下半身跟上半身的一个组合。那先把这个地方这个锁扣啊，这里把它给解开，除了这里解开之外，这里还有一个卡扣，这个地方记得要解开。好，整个都给解开。然后到这里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卡扣呢，比较容易去比较说明书是完全没有办法去说明到这一点的啊。我们先把这里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卡扣在这里，这个卡扣一定要松开，这一块，对，这一块一定要松开。如果你不松开，它是无法完成变形的。那这个脚的部分呢，比较简单一点了，我们就是把这个能翻的部分呢，全部都给翻出来。你看得到的，能够推出来的，通通都把它给推出来。这个地方一样，这里这一块部件，推，这里啊，先推过来，这样子。把它给推开，然后把这个轮子给推出来放出来，但是轮子还是往回放啊，它不用推到后面，是往前放。然后侧边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结合，到这边，这里也是一样啊，就是这一块啊，我一开始怎么变都脚合不上，就是因为这一块没有把它给松脱出来，这一块记得要把它给掰出来。好，其他部件的话就跟着把它给打开就可以了，打开。然后这里刚刚提过了，这里推开，推出来，然后还有一个板，都把它给推出来。你看得到的，能推的都把它给打开来，到这边。然后轮胎从这里把它给挑出来。然后这里有一块小小零件，记得也把它给翻出来。那我另外一侧应该是没翻到，在这里，对不对？在这里，这一块部件刚没翻到。他的这个人物的脚的话呢是比较简单，但是就是这个卡扣啊，如果你没有注意到的话呢，原则上就是很难去把它完成一个变形。那他就是等一下就往上折，但折的时候折点是在这里。那最后呢，把他的这个脚合上去之前呢，我给各位呢做一个内部结构的展示。首先这一片裙甲是翻下来的，然后屁股后面这个卡扣是要解开的，两侧的裙甲呢是要翻上来。然后两侧的这个手臂的话呢，是以这个形象呢做一个摆饰啊，就是呢这里的这个卡扣啊，记得把它给扣上去，然后这个凸是朝外。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都具备的之后呢，我们就是以这个地方啊转折，在这个地方凹下来之后，把往上抬上去。抬上去的时候呢，我的建议呢是先扣这个卡扣这个地方，先把它给扣上去，我觉得它是最重要的一个点。这里安上去之后啊，这个地方的话呢基本上都能够全部扣到定位。它的一个内部呢，黑色的凸呢跟旁边这个绿色呢，我一直认为它应该是可以扣上，但说明书上也没有特别注明，那你不扣好像也无所谓了啊。尽管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本来是有一个卡扣的啊。然后呢这一侧的话一样小心的呢把它给转上来，那一样是以这个地方呢作为最优先结合的一个点，把它给往下面移过来，这里把它给按上去，这里
前后都扣上，都扣上之后的话呢，我们再来小心的呢拼凑中间这里啊，其实也不用很小心的、啊、它其实并不会坏，只是说怕的话会有一些地方的卡扣，如果说太浅会去做一个崩开而已。然后内部的话呢，哎，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不小心松开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再把它给推一下，这个地方原则上就尽量把它给扣上去到这里。好，做个简单的小调整啊。那么呢，这一款这个砂石车的话呢，从机器人到一个交通工具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那这里就稍微把它捏的密合一点。好，你可以把它再把它做中间的一个压缩。那全部变形到位的时候呢，这个滚动性呢还是可以。它这个刚磨的声音应该是前方啊，前方这个 bumper 就去推到啊。那么完成了。它的所有的变形了，那它的两台车子的载具的话呢都完成了变形。以难度来说，其实我个人觉得啊，砂石车的难度呢比较低，可是呢它在变形的时候呢比较需要专注度，它有一些卡扣啊，你真的是要专门去找那个地方呢来做一个结合了。这一点的话呢，是操作上你可能需要稍微细腻一点点。那变形的难度的话呢，是这一款变化度比较大，但是呢它的一个卡扣啊，一推一移啊，感觉是比较大开大合。我是觉得这一款的变形我比较喜欢。那我们来简单看一下他们的一个细节了啊。首先的话呢，轮胎的部分是我最喜欢的啊，都有很漂亮的金属质感。然后车型的话呢，这个因为它是没有办法往上去倒东西，那后面这个地方这个造型还有这个涂装啊，我觉得力量的感觉有做出来。那整个一个吊车的话呢，则是多了一个可以旋转的这个部件，有多了一个比较多的一个可玩性吧啊。那整体来说的话呢，这两款最大的卖点呢啊，当然除了合体之外，就是它一个超高难度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远远胜过先前的几个小队的成员啊。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时长的关系呢，这个节目呢我也不想做得太长啊，而且在这个节目的话，这个长度好像 B 站有时候容量会卡吧，如果我录得太长的话呢，恐怕节目是没有办法一次完成上传。所以今天的话呢，我只会给大家呢做到啊，今天这两款这个吊臂还有这个砂石车的一个人变车的一个变形过程，其他的这个啊组合的这个大合体的部分的话呢，我会尽快利用时间呢给各位做一个补完的一个分享。总体来说啊，它的一个变形呢是非常有挑战的，但是一旦变会了之后的话呢，这完成的成就感是非常非常不可小觑的。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